事。你洗澡去了呀？是不是来不及看微信？你找我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，哎，不是，严姐交代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好？哥，哥，是刘彦祖的人。你怕他们说你闲话呀？什么事？我那个手机没电了，现在急着借用你的手机打电话。凌晨三点？啊，叫我叫急嘛！这么着急？我自己来就行。啊，不用麻烦陆总。不行。啊，还不起来？岔气了，我岔气了。哥，我发现了一件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刚才照镜子的时候，发现我自己长得也太帅了。滚。天爱何雪，谁这么非主流？林婉，什么声音？有蚊子。哦，哎，赶紧走，我要睡觉了。哥，我感觉你对这个林婉又有一只蚊子。哦，这个林婉是不是当时……你要是这么喜欢过时差生活，就赶紧回你纽约去。别别别，我好不容易脱离了老陆的掌控，走了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哥。都已经住一起了，你不是要借我电话用吗？到我小时候见义勇为的事儿了，当然这是我众多英雄事迹中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林婉的卡上没钱了。这里面是我攒的12万，反正陆旭那边也没催我，先拿去用吧。可是也不知道林婉什么时候才能醒，哎，你这点钱也撑不了多久。算了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至少把这个综艺拍完，我们还有尾款可以拿到。哦，对了，你赶紧起来化妆吧，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个赞助商的口播要拍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这桌面什么东西啊？乱七八糟的。这是我之前忙活6个月促成的收容站。你看这个。拜托，大小姐。你现在是林婉，不是林晨了，是一个艺人，不再是兽医，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。要来不及了，待会儿我要去医院，你自己今天小心一点啊，这几件衣服挑一下。知道了。
知道了。行了，白白水口播五场一镜一次。让你假装打电话，不是用假电话啊。